现在我来给大家布置作业。戴拿，你的作业是不张嘴唱歌。托雷基亚，你的作业是一块钱填满整个教室。啊？贝斯，你的作业是不借用工具打开这个榴莲。明天把作业带来检查，下课。老师是不是说错话了？一块钱怎么可能填满教室啊？就是，不用工具我也打不开榴莲呀，这么多次。哎呀，你们别抱怨了，老师说了，遇到困难要多动脑，你们还是好好想想吧。哎，我想到办法了，嘿嘿。好了，现在我来检查作业，贝斯，你先来。贝斯，你怎么没有完成作业？完成了呀，老师，你不信打开看。我看看。啊，我明白了。贝斯，你还挺聪明啊，叫老师帮你打开榴莲，就算是完成作业了。嘿嘿，没错，老师。好，贝斯100分，托雷基亚，拿出你的作业。老师，我用1块钱买了2袋辣条，但是钱太少了，根本装不够整间教室啊。托雷基亚没有完成作业，0分。凭什么，老师？你出的题根本完不成嘛。托雷基亚，你要是肯动脑筋，1块钱买个灯泡，通电后不就能装满教室了？戴拿，你的作业呢？机器人，开始表演吧。戴拿很聪明，老师给你100分。啊，我怎么又是最后一名啊？